票，投两个人，不要经过任何游戏、哎。我直接投票。对，太好了，投两个人，我相信杜丽应该不会投我。那我要投谁？好，第一个孙，然后第二个我写下面嘛。对对对，你就投写两个人。好了，中一票，好，看你分了票，真的够了，开心，可以，不行，不行，可以写一样，两个不能写一样的，对，可以跟刚才一样，是不能一样。你要先拿去投，好。那先去，先去投票。我没有路了，你应该要转那边，是，去那边就好了，投两张。啊，对啊、哦，王府再一票。至少确定他们两个，这肯定。过了，七四过了 ，yes， 再选两个人。哦，到底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两个，我只能冲他们的票数了。好，去投票。那我今天得了不少票。那你要投谁？亮亮好了，我觉得很少人杀他。好。亮亮，哎，我们这个根本就是在保小梁哥赢嘛。对啊，这个游戏是保他赢的。好，好，来玩具店，玩具店。好，回去，回去。王仁甫，哎，你没有写我名字吧？我没有，我发誓我没有。我有的话，我就烂掉。不能投一筐哦。亮亮跟小梁啊。曾志熙，曾，哎，请问一下，曾志熙的熙怎么写？希望的希，希望的希啊，上面一个叉，嘿，两个哦。好，我写两个啊，对吼，可以，对不对？允许，很好，很好，对不对？这样嘛，对嘛。